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想要学好英文的话，就应该先学好英文的26个字母，就好像唱歌要先唱 Do Re Mi 一样。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练习一下英文的26个字母。X, Y, Z. U, V, W. X, Y, Z.